来，这一个我把三 Q 搬过来，这边搬过去，它要的是 Q，所以我保证 Q 是 positive 的，所以我的三 Q 等于 P 减 M，所以我的 Q 等于 P 减 M per 三，然后这个要的是 W，所以我把这个 W 搬过去，这个搬过来，所以 W 等于减 P 减 X，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。OK，哎，P 减 X。减 P 减 X 哦，课本的答案错了。OK，好，在这一边我要的是 G，我把这个搬过来，21减 3H 等于 4G，然后我的 G 会是等于21减 3H 除 4。OK，21减 3H 除 4，二减 P 除减3。来。在这一边呢，我看到课本的答案是那个 n 减 p 除减三，然后可是这个答案我自己是不认同的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分母有减，所以我在这边我的 q 等于 n 减 p 除减三的时候，我这一个会变成我把这个减乘上去，减 n 减 p 除三。然后它会变成减 m 加 p 除三，所以我拿到的是那一个 p 减 m 除三，所以 q 等于 p 减 m 除三，跟我刚刚拿到的这一个 p 减 m 除三是一样的。